通常会去便利商店买什么东西？通常去便利商店就会买饭团，因为在泰国就我们的便利商店没有饭团，然后这边就很好吃，然后又便宜。我很喜欢买很多东西，因为台湾有很多特别的好吃的，所以我很喜欢买台湾的蛋糕，还有也喜欢买台湾的乌龙茶，还有很喜欢买台湾的果汁，台湾的芒果，台湾的草莓，很多很多好吃的在里面。我几乎天天去便利店那边买矿泉水或者是饼干之类的。其实我每天去便利商店常常买三明治和巧克力。我通常去便利商店买饮料还有沙拉这样的东西。我买包子，我也喜欢买煎面包。我通常去便利商店买饮料，还有水果。让我们来复习复习。饭团，饭团。蛋糕，蛋糕。乌龙茶，乌龙茶。果汁，果汁。矿泉水，矿泉水。饼干，饼干。三明治，三明治。巧克力，巧克力。包子，包子。面包，面包。水果，水果。